Jesus.
本座今天就想向张真人讨教讨教。客气。 承让了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行刺朕，把他们全部压下。走走走，祖师爷，你的伤势还没好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都是你的灵丹妙药救回老道的性命。祖师爷，其实你中毒也都是因我而起，要是我不能把你治好的话，那我这辈子都会内疚的。 想必昨夜的风雨也是添加给你的吧？既然犯了错，就得承受一切。风雨雷电，也许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吧。哈哈哈哈，风雨雷电是自然的现象，并不是什么坏事，更谈不上。
上天要惩罚你。是，我说错了。飘风不招，昼不终日，天地万物皆生于有，又生于无，一切还是自然的好。武当讲求的是天人合一，人不应该对天象不好。既然知道错了，以后吸取教训就是了。是，多谢教诲。很疼吧？啊！
喂，放心吧，我陈毅给你采药啊，懂不懂啊？哎，你不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走了，走了。丫头童啊，这一些可都是你教我的，管不管用就不知道了。药，这些都是人家教我的哈，管不管用就不知道了，不管用你怪他啊。舒服，舒服啊，舒服啊，舒服啊，叔叔唱歌给你听啊。来来来，乖乖，擦了药就不痛，擦了药就不痛，啦啦啦啦，擦了药就不痛。哎，乖啊，乖乖的小野人，擦了药就不痛，身体马上倍儿好，嘿嘿嘿嘿。哎，身体好、啊。蛮顺手的。嘿呀，嘿呀。把叉子放回去，是你的。叉子。好，你的地方，我尊重你。你不要老是烦不烦呢？什么事啊？这么香啊！我是武当弟子，我只能吃斋，不能吃肉啊！反正也不算是正式武当弟子，慷慨就义就是了啊！下不为例啊！别再引诱我了。秀的好看，那送你样东西，这叫鞋，鞋你懂吗？不用谢了啊。我才不跟你这惺惺相呢，像你这样。不错啊。
好了，我走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晚上回去会受罚的。哎呀，别闹了。喜怒无常啊！我不能整天陪着你的啊！我回去晚了要受罚的，你懂不懂啊？我每天受苦挨冻这样，我还学不到武功，我很生气呀、啊！你知不知道？走开，哎、走开！你真能教我这些招式？
在下并不知，只是想问问魏官和他的本命是从何处，他们不说话。哎，野哥，祖师爷，我这位野人朋友，他无心冒犯的，请你原谅他无心之举。 也原谅无极，交这样一个朋友。哈，人与人交往是缘分，何罪之有呢？哦，哎，祖师爷，刚才你跟野人打的那是太极拳吗？真的好看，我要是能学会一招半式，就好了。你真的想学？ 真有两下子，只受祖师爷点拨一下，功力便大有长进。那不是他的本事啊，是祖师爷的本事。假如我们也可以学得一招半式，便足以威震武林了。但祖师爷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？暂且先等一会儿吧。哦。 是虚云师叔，虚云师叔虽然双目失明，但他的武功比掌门都厉害。要是能学到他的武功啊，那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哦，师傅，哦，是无极呀。哎，是你一个人在练功吗？是啊。哦，他所教你的，你都复习的怎么样了？我早晚有空就会勤练武功的，但是妥不妥当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哦，这太极十三式啊，是你三峰祖师爷的绝学呀，他从来没有外传过，就连我，也只学到了他的三招两式罢了。啊？怎么，你觉得奇怪吗？其实啊，我们武当的武学啊，里面还有两仪剑、太乙神掌、八卦拳，还有 北斗七星阵等等等等，如果要认真研究的话，每一项都得花上几年的光景啊！就拿你来说吧，你能学得三招两式，已是你的造化了。啊？那要把全套武当功夫都学会，岂不是要半生光阴呢？我们武当乃清修之地，练功只在健体强身呐。 无需强求，也不应强求啊！你可别小看这三招两式的功夫啊，对我来说，以一生受用。就你现在的功力，也已远远超过很多武林高手了。弟子明白。嗯，既然明白，那就赶快干活去吧。是。担柴的。 挑水的、除草的、做饭的，哪一样也不能疏懒呐！弟子不会疏懒的。挑水的、担柴的、除草的、做饭的，我应该先做哪一样呢？那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了。哦，搞得这么张扬，如果我是三峰祖师爷的话，也不会来现身了。哦。 岂有此理！我令你们埋伏在这里，劫劫武当押运大队，你们竟敢夺懒偷税！
简直丢尽了华山的面子。起来，起来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出什么事了？我们一张一张埋伏阶级，甚至无法找到被毙生面刀心，全都是我。醒醒，醒醒！功夫，你有为父的七八成火候，可是论江湖阅历，始终还欠些道行。爹，我今次设计夺宝，就是想让你知道，我已经长大成人了，不再是当年任你舞弄的黄毛小子了。可惜你的弟子不堪一击，那又怎可以从武当精英手中夺宝？我劝你还是及早回去吧，免得徒劳无功。哼，你根本就是存心要破坏我的夺宝大计。为父已经派人混在对方大队担任细作，未免节外生枝，误伤自己的人，你还是不要插手这事儿。爹，我不要事事都唯命是从，任由你摆布，我讨厌再当你的牵线木偶了。为父是处处为你着想，不想你重蹈覆辙。杀掉美姬，也是为了孩儿着想吗？那个美姬，她只懂得用美色来迷惑你。即使孩儿迷恋她的美色，那她也罪不至死啊！你可知道，这个令你心荡神迷的美姬，她居然也用美色来诱惑为父？胡说八道！当年董卓吕布正是被貂蝉暗中挑拨，结果二人反目，若早就杀了貂蝉，三国历史也就改写了。所以我绝不能让我们父子重蹈覆辙。孩儿，我只知道梅姬是我心中挚爱，你亲手杀掉她，就等于亲手杀了孩儿，此仇我铭记在心，刻骨难忘。男子汉应以大事为重，绝不能沉迷于儿女私情。怪不得我娘快要死的时候，你也没有赶回来看她最后一面。我难辞其咎，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
我当日跟昆仑圣手决斗，只有铲除他，为父才能占领我的江山大业。我才不管你的什么江山！难道其余的一切你都可以不顾了吗？为父已经一把年纪，将来一切所得到的，还不是为了你？难道你不知道爹的苦心吗？我才不稀罕你所得到的什么，我只想不要活在你的影子之下。杀破狼就是杀破狼，我要闯荡江湖，我要闯出名堂来。你就知道江湖，为父志在的是整个江山呢，夺到了江山就可以拥有天下的一切。哼，孩儿的一切就在江湖，我才不管你的什么江山呢。我要做个武林至尊，远胜过你那个九五至尊。你敢忤逆我？哼，随父子一如陌路。当然不是欣赏你母亲，我是来告诉你，我的儿子也要来夺宝，他会找你的麻烦。我冷月童遇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谁挡我，我绝不会手下留情。遇神杀神，遇鬼杀鬼。你可没有这个本事，可以伤到我儿子的一点皮毛。你来不是请我手下留情的吗？我是怕他阻碍我们的大计，所以提醒你小心一点。月童也不是窝囊废。好剑法，你露着一手，我保证我的儿子会来找你，因为他跟你一样好胜。我希望你的儿子不会像你一样那么啰嗦。我没这口气闲扯。本家人，秀发果然香气十足啊！无赖，自古佳人醉人登徒子，正所谓难怪奇怪。废话，既然青丝已断，娘你又何必另起呢？秀发的话，明天晚上这个时候，在下双手奉还。自作多情，本姑娘明早便动身赶路，准备一次。
前再会。明天晚上我们两个还是在这里等着。就在太祖师爷墓前，演练我曾教过你的太极十三式、七十二式。是。你果然每日勤练，未有疏懒，孺子可教也。虚云师兄，你也是教导有方啊。哎，我是个瞎子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虚云师兄每天要无极研磨豆腐，风雨无改，正是要锻炼他的基本功，是吗？无极，你再演练一下太极二式来。看看是不是跟研磨豆腐似的手势相似。是。师祖，如果不是师兄你的眼光独到，也不会留无极在武当了。哎，不，我是个瞎子，还是师弟眼光明亮啊？要不然你怎么会教他太极十三式啊？师弟啊，我看无极就是我们武当的明天呐。心领神会，用心感受。
配上你的眼和体，继续练。是。现在，连三峰祖师爷也开始算计了。不错，孙碧云是被我逼死，我还要对付张三峰这个老鬼，你挡得了我？啊，你的武功已经全废了，你凭什么挡？张无忌，你以为你救得了武当吗？给我好好收拾他！上！太子掌门逼害祖师爷的恶贼的，别跑了，韩以山，别跑了，我们真应该做个了结了。
无忌，我求你了，你别杀我，无忌！你这种人，也配生存于世上吗？无忌，我们是兄弟啊！我们是兄弟，无忌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从少林到武当，至封官，我何尝没有照顾你？可你却处处加害于我，恩将仇报。这就是你所谓的兄弟吗？你毒害祖师爷，杀死虚云师父，逼死碧云掌门。还有蒙哥前辈、荒木慧恒，有多少人死在你的手上？郡主失忆，你蒙骗他，他要娶她为妻。我眼中的寒衣山怎么就那么的狠毒，那么的卑鄙啊？无忌，无忌，说到底我们都是兄弟，我纵有万般不是，你也应该放我一条生路啊，无忌。无忌，你想想当年，你小的时候。我要救郡主。我知道我阻止不了你上武当，但是我真的不愿见到你伤害破狼，也不要破狼他伤害你。算我求你吧，你不要跟破狼交手，不要伤害他好吗？如果有人伤害郡主，我不管他是谁，都不会放过他。无忌，这是调虎离山之计，他已经派人去刺杀皇上了。你赶快回去保护他吧。原来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。难道郡主比皇上重要吗？皇上有禁卫军保护，但郡主在我心中比任何人都重要。皇上，您可千万别着急呀！啊，
终于来了，杀破狼！你好卑鄙！引开我就是为了刺杀皇上。你知道吗？我就是太了解你了，你就是知道了，也照样会赶来救郡主。这就是你的弱点。你这个人就是太重感情，分轻重。郡主呢？你想见他吗？可以。杀了。Thank you.
尽管长虹。